看看黄刘爽，影星啊，黄刘爽的片子，这是过去那种宣传画，好莱坞的剧报，这上面描写过去中国。看看，上海，过去的上海。这是黄刘爽当年的各种剧照啊，剧照。黄刘爽还被作成这种中国华人金龙啊，诗人批金龙啊，安娜没有，你看诗人批金龙，他是做了各种的品呢、啊、所以是有不同的品呢、啊，这是 showing up instead。这是老莫来看，在他搭上电影生涯100年，华裔明星，好莱坞传奇人物，演出70部。电影、戏剧、广播、电视节目铺平了道路，长达40年演艺生涯里程碑。刻板的角色，亚裔，这位不畏艰险挑战传统的开拓者偶像致敬，不仅因其美貌，而且风格受人敬仰。后来成龙、李连杰都能够进吗？是吧？我们看这个过去这个地方，啊、哦，失败了。王桂荣、王赛美、王氏家族的展览厅，这是不同啊。这展览厅不一样。